你好，卢台长。哎，你好。第一次听到你的讲课，真的很震撼，感觉就是很喜欢听你讲课那样子。嗯，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，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如何帮我妈妈，就是把她的身体搞好那样子。嗯。因为我妈以前就是有堕过胎。是吧？然后他不知道，他想考虑一下，就是他到底，比如说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小姑娘，你现在先告诉我，你比方说你想问妈妈还是问爸爸？问妈妈。妈妈属什么的？几几年的？只要讲几几年属什么就可以了。几几年属什么？哎。63年1月16号，属老虎的是吧？啊，你的腰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你们要给台长鼓励的，否则我讲不动。第二个，你这个人有贵人缘，就是你一生当中啊，有两三个很难过的关，但是呢，都有人帮助你过去了，对不对啊？第三个，你不应该穿这种衣服，你应该穿花衣服，因为你这个老虎是花瓣服，很漂亮的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还有一点，对你老公要稍微温柔一点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什么问题？你就是要看看啊，我给你再看看啊。啊，63年属什么？属虎。属虎的是吧？啊，你有打胎的？对对，是的。啊，这个孩子在哪里呢？告诉你，在你的肠胃上面，小腹上面，肚子这里。哦。所以你的肚子肯定肠胃不好，经常比方说有肠胃啊，或者便秘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嗯。啊，大家知道刚刚鼓掌的是他先生的一个人。明白了吗？好，啊。我的婆婆07年过世，我想问她在哪里。嗯，一般的本来是问一个，再给你带一个吧，好吧？哦，谢谢。啊，没关系，再说吧。谢谢。你婆婆什么？啊，您的叫蒙玉坤。蒙是怎么蒙啊？蒙古的蒙。没有这个字，孟子的孟吧？蒙古的蒙。啊，蒙古，我说猛虎的猛。啊，蒙古侠。对不起，是我。蒙就是什么蒙啊？啊，蒙古的。啊，蒙古的蒙，蒙什么？蒙玉坤。玉就是玉石的玉。嗯。坤就是。一个提手，一个生。什么时候过世的？07年4月底。讲话给你听，你是你婆婆是吧？是的，嗯。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。是的。她先生要鼓掌。第二个，你这个婆婆很厉害。第三个，她现在的地方不是太好，但是还有救，在地府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在地府，就是还没投人。不是太好。但是呢，如果在地狱就很糟糕了。他在地府，你念21张小房子，还能投人或者到阿修罗道去，到天上去，好吗？好，我可以讲给你听。你先生，我再叫他鼓起掌，你们要不要不要那听啊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婆婆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那头发往后梳的，全国有点高，长得有点像男人的脸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好了，谢谢您。好，换人。啊，你们鼓掌不热情，台长讲不动了。谢谢，抓紧时间多给你们讲讲，好不好？啊，你
评价？我非常非常的感谢，就是我有缘人在这里。我呢很小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我今年要将近要52岁，我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对玄学很感兴趣。那是中国比较封闭啊，我只要我到旧书店去，那是十几岁真正的一点年纪，我感觉我好像天生对玄学很感兴趣。然后我盼完了，我在门口看见一个小姐，我就说我盼了几十年，然后我到这里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然后我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台长，我想起到了，好吧，是是，然后我长话短说，然后呢，我想问一下我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到美国来求学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已经分开很长时间。属什么的？她是属狗，小狗狗，是几几年呢？94年10月27号。哦，她申请过了，申请过了已经。对。鼓掌。哇，脾气很倔啊。对，他很有个性，他这方面能力蛮强的。聪明，很聪明。Yes。我看看啊。属狗的是吧？对，属狗的。几几年再讲一遍。94年10月27号。好像在中国的南方啊。是在中国的上海。能过来，稍微还要拖点时间，不是这么快，要叫他补充材料了或者怎么样了，可能是这样。对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可能例外啊，因为由于我身份的关系，然后呢，3年1签的。我妈妈去世时候，我还也没通过呢。然后我妈妈去世之前呢，我没有到上海，所以就是说，今天台长说这个话，我全都能有感应。我妈妈呢，就是说7、8年以前呢，就有点脑萎缩，所以有点痴呆症什么的。你说痴呆症，她在临死之前，在上海市静安区中心，医生说了几次，她说今天一定要走掉，今天一定要走掉。然后呢，就是过了一天又一天，鼻管、颌骨。很多的管插在那里，然后你没去，他对不肯走，然后不要着急啊。哎，对，然后呢，我后来呢，这个护士呢，有一个老护士，可能有点懂这个道理。他说呢，哎呀，我讲一点可能中国人说的老法，就是他说你这个老伴可能还有点事情，可能有点什么放不下来。你们是不是还有女儿或者儿子？因为他这个老护士不知道我们家里有几个孩子什么，他说你是不是有孩子没有到场，他不肯闭眼。然后我爸爸突然讲，但是我有一个女儿在美国，她没有 ID， 还没有不能过来。然后呢，我的爸爸就摸着我妈妈的头，他说你走吧，老爸，你这样很痛苦。他以前你在世时候，他呢对你很好，一直寄钱给你。他说你妈妈，你走吧，摸摸他头，你到天哪去吧。他说呢，他会 ID 吧，他会过来。他你在世你对他很好，不要难过。我想问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好的，你还好，你现在碰到台长了，因为很多人真的很可怜，到台长这里比他还要难过的，有很多老妈妈自己老公老伴过世的，事后他就照我台长这哭，他说我一辈子对不起他呀，怎么怎么，后来心里一直难过，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这里。后来通过台长帮他这么选个方法念经之后，他做梦做到他的先生来看他，而且笑笑的跟他看他，他从来做不到梦的。所以你现在不要着急，我现在给你看啊，你告诉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。他姓朱，就是朱，就是红色的意思，朱碧友。鼻是就是繁体字写法，一个弓当中有白，一百两百的白，在三个弓，就是说当中有一个三个弓，就是弓箭的弓箭、弓在中间有一个白，就是中国很有名有一个将军叫任弼时嘛，就是这个鼻。就是这个笔，一个弓中间有一个白，在旁边有一个弓。朱碧友，友是有没有的有，有的有，有了你的朱碧友。几几年过世的？他是2007年1月28号。哦，你爸爸是个干部活着的时候。是我妈妈过世，我爸爸是那个小干部。小干部是吧？我爸爸是一个小干部。你现在叫我看谁啊？我现在叫你看，就是说我妈妈的，我妈妈叫朱碧友是吧？我妈妈叫陈小妹，
陈，对 ，sorry， 陈耳朵陈，大小的小，妹妹的妹。你妈妈过世的时候，其实魂魄已经不在身了。魂魄已经不在身了。那么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妈妈有一个姐姐，也不知道妹妹，跟她两个人关系不知道特别好，也是不特别不好。跟她两个人有一个是死掉了，这个人把她拖走了。你说的完全对，是她姐姐。是她把她拖走，而且脸长得也很像，蛮像的，对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吗？好。所以还要给他看看在哪里吧。啊，对。嗯，台长服务到家了。叫王小。叫陈小妹，耳朵陈。大小的小，妹妹的妹。很麻烦呐、啊，很遗憾，投人了、啊，投人了，投人了。哎，你做梦做不到了。偶尔做到，但是嗯，你最近就是最近走的。对对，就是最近做到，就是平时生活的情况，就是以前我的情况。而且我问你，你给他念过小房子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走的时候找人超度过吗？也没有。也没有是吧？嗯，对。刚走的。刚走投人了啊，投的是个男人、哦、因为你妈妈的脾气性格活着的时候也像男人、嗯、很倔，对，很倔、嗯、我想最后问一下，我爸爸跟我妈妈的时候就是说在他们结婚以后一直吵到死，一直吵。你想知道他们两个前世是什么？对对，就最后一个问题就、嗯、最好不要知道。好啊，因为这种事情如果知道了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哦，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谢谢台长。台长有时候开心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讲很多，比方说，哎，正好看见他跳出来了，我就顺便就讲给你们听了，好吧？你说啊。卢台长你好，我想问一下那个长话短说，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体状况。好。那个你是叫属什么？属什么几几年的？我是1962年属老虎的。你是啊？1962年属虎的。1962年属虎的。啊，你这个老虎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长得像牛一样。这个老虎的样子在图腾上像牛，就是没用了。老虎因为敢冲敢撞的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？被人家欺负的老虎，对不对啊？是个纸老虎。是个纸老虎，美帝国主义的。那么接下来告诉你，你的身体台长给你看了一下，首先你内分泌失调，睡眠不好，对，对不对啊？第二，你的颈椎不好，脖子。是会压迫到心脏。嗯，大家看见吗？啊、嗯哦，你这个背这里也不大好啊，背啊，背不好。你这个背和心脏这块地方啊，就是后面到前面就这块地方都不好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，因为我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叫 WPW。你这样啊，你讲给我听这个地方了，我帮你伸进去看了仔细。